警察见为爱沦落，这是基隆市一名巡佐明知女友开应招站从事妨碍风化的不法行为，却沦落跟着同流合污，不但监控同人办案行踪，警局内部决议需要拼夜机台立刻的通风报信，要女友小心，根本就是应招站的地下老板。法官认定他严重破坏警纪，所以判刑4年6个月，一颗罚金部分也从严标准，每天3000块，就要罚486万。应招站隔间又暗又狭小，原本莺莺燕燕，直到员警上门搜索，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曝光。外号“催鸡”的老板娘是惯犯。全案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露宿国移民法来移送侦办。看似一般妨害风化案件，但警方查到自己人包庇色情业者。案发时，基隆市二分局的王姓巡佐跟崔基是男女朋友，一得知警局要加强扫荡色情，就提醒应招站注意。他甚至透过远端监控系统紧盯客人之中有没有同事混进去假交易争取地。基隆地院痛批王姓巡佐身为国家执法人员却知法犯法，重判4年半，一颗罚金通常一天用1000元计算，法官为了重惩提高为3000元，换算下来要罚486万元。警察偷偷荡起应招站地下老板，面临重罚，心痛把退休金吐出来。记者综合报道。